我们有两卡长大后的西蒙来打打看这一次的关卡。今天会开到几点？我们今天有个活动啊，多五百赞多开半小时，所以大家要帮我算一下，现在会开到几点吗？我来看一下，我们因为预计是开到半夜两点啦，现在是2500赞，上次多少啊？台主数学不好哎、欸，我怕算错，你们帮我算一下，这样会到多少啊？会要开到几点？红哥好，好晚上好，五点。好想再洗一回合技能哦，但还算了。早上八点，大概早上七点吧。哇，你们的数学好像还可以耶。原来是早上七点的部分，静音双子三成就，我觉得太难了，感觉上是这样。哦，刚好的伤害，也太紧绷了吧？这队好像不是那么好过，好像啦。好，这边就一康洗技能，但你要消水或暗珠会比较好，这样就不会被他打。还能说什么？其实不会死哎、欸。说实在的，可以耶，跟鬼一样。差一回合，那这边就看庸子把他打过去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等一下再合体，下一关再合体。用猎人打得过吗？猎人应该有点难度吧。不过今天主要是主流队伍啦，所以比较难一点点的，就之后再说吧。想再开一个爆发这个好了。好，这样子试试看。我觉得伤害有机会够、哦、有机会伤害看看是多少哦，够哎，太好了，没有庸子也是打个十几亿，但刚变身有那个状态啊，戒王状态，所以打比较痛是蛮合理的。这个版面好像不错、啊，这个逻辑蛮简单的，就是左右两直行，然后中间就消六直行，然后再多一个横行就变成七 combo 了，你们懂那个意思吗？应该可以理解吧。好、我觉得我要开龙科，没有庸子有点麻烦。没有庸子我怕伤害有点会不够。我们走一个保险打法路线，不要死为主啊！没有接到，啊！是什么？哭啊！算了算了，分数又低了。但是伤害应该够吧，我想。好，没问题。50亿呀、啊，各位。啊，怎么只剩两颗？好少哦，这个怎么消啊？哎、欸，只剩两颗，我反而不太会消、欸，这样吗？哦，应该是这样消，没错。我怕的是，哎、欸，
我怕的是他等一下会再多补两颗给我。不过他现在好像没这疑虑了，他直接爆炸了，原地爆炸。第五根什么？好，不开庸子好了，看两 combo 他会不会死掉。两 combo 可以哦，可以慢慢打哦，一样的玩法。哎，别死哦！哎，你要别死哦！嘿，更新咯，好爽哦！反而这种，反而两卡合体，你可以去控制它的伤害，哎，好像比较舒服一点。两卡没问题。第六关，十 combo 盾。这就比较麻烦一点了，主要是开加康的。可是这边，加康的话，感觉直接手转有机会，买手转看看好了。好，我觉得可以。这什么手转？好烂哦！哦，有啦，伤那个 combo 数非常够。没问题嘛。啊，这边一康一康的消有机会带走吗？我好想试这一点哦。还是不要赌好了，直接借龙拳。把它变过去比较舒服一点，这手转真烧。还行啦，没骷髅头，而且这个版面也太智障了吧。不是太智障了，太无脑了吧。无脑过，这一对好怎么感觉比四卡好像更轻松一点啊，他那两直行的火珠太舒服啦。他已经做球到每个合体的形态都要做球，你没有看过这么扯的做球吗？很扯，又没有骷髅头啦，这关卡到底要多简单？两卡根本也没难度吧。太简单了啦，这一次简单到想生气耶。是有什么毛病？我跟你们讲，这边很屌啊。事实上，你只要……算了，让我们讲。如果你没有开庸子的话，你只要有光暗强化珠，它就去了，因为它会天降水火木给你。不过刚刚好像没有，算了，开这个。我是想开这个啦，开这个好了，要不然感觉会出事啊。火珠去哪了？这对甩珠时间好少哦，完了，去了。盾牌好大哦，我到底能不能看到我有没有解好盾牌啊？盾牌真的有挡路的，这形态是比较轻松，我觉得也是蛮无脑的啊。应该说这个合作系列都是无脑取向。啊，不要管他有骷髅头啊，没事啊。要不然你也可以开那个维拉尔去挡他。他这个有引爆版面，他就会减伤，你就不会死了。那个只是吓你的骷髅头啊，还敢吓人啊，直接下去。那个盾牌是 bug 吧？我不知道。顺便，别讲 bug 啊，那是彩蛋啊。
故意做那么大，那人家是在宇宙哎、欸，那宇宙那个无鼠盾也变大，可是感觉蛮合理的吧？对吧？合理个毛！好，好像可以开龙科哎，我们转一转玩开龙科吧。哎、欸，其实不对，开完开龙科那个就去了，应该这个没开到哎、欸，算了，不理他。这样应该他就死了吧？也是蛮轻松的啊，这个形态。是不是想说拉维尔？没有，维拉尔好不好？证明。目前打了过了十二队，天元、钢炼以外的都打蛮久的。你打过十二队了、哦，这么快？你是鬼吧？这么短的时间？其他队可能就比较磨一点了、啊，但还是会过啊。咚咚咚！哎，没有敲到，没有关系，有三颗星就会过了、啊，无视平鲁顿。龙科有三星吗？有啊。哦，伤害可能没有其他形态这么高啊。啊，但是。能过就好啊，这很明显超易伤的、啊，打了400亿的总伤。哎，怎么轻松是梦魇级吗？你用天元系列打根本就是双周副本，不然就是地狱级再难一点的那种难度而已。用其他队打可能真的是梦魇级，所以你有天元系列，无论是集卡合体就先用起来，好不好？那真的是轻松，差很多，差很多。